兔兔喜欢跳跃，这是他们活动及探索世界的方式，这让很多人认为兔兔是跳高健将，他们从高处跳下来没问题。兔兔垂直跳跃的安全距离是 1.2 米，他们确实喜欢站在高的地方，因为作为猎物种较高的位置对兔兔来说是有利的。然而定期从高处跳跃对兔兔是有害的，随着年龄增长，生活在这样环境的兔子可能会患上关节炎，因为每一次跳跃都会影响骨骼关节。只有一部分兔兔喜欢高处，大多数情况下兔兔更喜欢挖掘。在室内饲养的宠物兔，由于地板太滑，很容易滑倒致骨折。兔兔相比其他小动物骨折风险更高，因为兔兔的骨头非常细和轻，全身的骨头重量仅占身体重量的8%，最粗的骨头大概只有筷子粗细。保证兔兔安全跳跃，请提供一些柔软的地毯着地，并确保它们不会从太高的高度跳下。关注我们，每日更新小宠一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